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树梅叶》，表演者郭麒麟、阎鹤祥。大家好吃，谢谢大伙儿啊！你看这又是一个节目了。刚才是我的两位师叔啊，刘春山和刘哲，大辈儿。哎，我很少把他们俩同时放在一块儿提过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俩原来不在一块儿合作。说得非常好，是啊，这都是我们非常崇敬的相声演员，嗯，一个新编传统半新编半传统的一个作品啊叫出口成章，让他们下去休息。这场呢又把阎鹤祥换上来了，把咱俩换上来了。哎，咱俩上来那个功用不太一样。怎么呢？您上来啊是说相声，您呢？我上来是听相声，是吧？您怎么改？是吗？他们让您下去听的意思。不，我联系黄牛说这样就让我往台上站，你知道吗？您怎么会听相声呢？因为我喜欢相声，当然了，以前也曾经从事过相声。您这是穿越到几年以后了是怎么？不，并不，就是刚才这人家这一个节目演完啊，我就痛下决心，不说相声。怎么这一场就说成这样了？怎么您不干嘛去呢？您我以后要更大、更广阔，星辰大海，知道吗？那是我的前途。哦，你知道吗？嗯，说相声这个就给我拘在这地儿，那不行，屈才了。嗯，还相声演员。嗯，你见过一年就开四个专场的相声演员吗？还有那个一年一场都没有的呢。啊，是，你别说他们呀，对不对？你说咱，你看人家，你看人孟老师四十多场，你看都多厉害的，知道吧？那都是我崇拜的演员，那都是我爱看的演员。你也一样，又说相声又讲评书。我一年就四场了，那不一样吗？你评书不还多呢吗？啊，那我变五场了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就挺好。我觉得就是干点别的也一样嘛。您还能干嘛呀？你看不出来。没瞅出来啊。你没看出来我还能干点什么别的？这我看哪能看得出来？这个看模样怎么能看出会修脚来呢？这谁的观众？这长得帅呢，是不是？啊，您要不说谁也不知道，你给大伙讲讲。我啊，致力于科学。谢谢。您把嘴里的袜子先拿出来，是不是？嗯，什么叫科学啊？科学家呀，科学家，科学家啊！你甭管学谁，你知道吗？科学家啊！您又改科学家了？科学家啊！导师，这导师知道吗？我说那教授才导师。导师，哎，教授可以，哎，不喜欢这名啊，教授。哦，你看，今儿还学一个教授，对，以后我就教授。这什么反应？这？哦，你们说禽兽是吧？跟那还是有点区别的，知道吧？教学问，教能耐呀，知道吗？哦，您这怎么又科学家？科学家教授？对，天文地理，什么历史人文，没有咱不知道的。这您新的人设是怎么样的？这是我那叫人设吗？那个、啊、对不对？我这就都是能力啊，有这个学问。对啊，对，这一直我让相声给我掩盖住了。是啊，本来这身能耐，我发明家呀。还搞过发明，大发明家呀！哦，好多那个科学成果谁研究的？我，都不信，我都不教给你。讲，就除了那自动刮胡子机以外，您还发明过什么？那个不是，那不是给你爸爸弄着玩的吗？对不对？你就回我爸爸，你对吧？别的也有啊。简短说吧，你看啊，克隆。哦，克隆我知道，克隆知道吗？知道，我的。我研究的不是哪克，这克隆是个孩子是怎么着？谁们家孩子叫克隆啊？不是，就我的严克隆，你是？我就知道这个有一马克隆，你知道吧？严克隆我不知道。不是克隆，这多大一科学成就？这是您的？我研究的。他们克隆什么？克隆羊？对呀、啊，多利，对吗？啊，是那有一只羊，对吧？这羊可能比我岁数都大啊。那克隆羊，我研的比他高级。您克隆什么呀？克隆人。哎，
这您不能瞎搞啊，人家网上人都批判这个。批判什么呀？就克隆人这个违背有悖人伦，是不是人理道德？那他们弄不出来，弄不出来都说没有，知道吗？哦，他们也跟说相声似的。哎，对，他们也黑嘴党，他们都是，你知道吧？我不一样，您是真会这克隆人。克隆，这样空口无凭，简单，我举例子吧。举例子就克隆人，给大伙儿三言两语把克隆人这个奥秘给讲出来。三言两语就能把克隆人给他们说明白了，回家都能做去，克隆人没问题。我知道吗？啊，比如说啊，咱比如克隆谁呢？啊，克隆你吧。哎，我一猜就得克隆我啊。嗯，克隆你，克隆我，杨永祥，嗯，杨永祥，他为什么要克隆他呢？为什么呀？这是你的这个粉丝投稿，哦，粉丝们说的，哎，对，你的热爱你的观众朋友喜欢你啊，啊，哎呀，他们最近呢在家里看这个天气预报，嗯，然后突然得知呢月底，然后杨永祥可能要去世了，对，哎呀，你先着急呀，啊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，装没有了，别没有了，啊，什么？咱先不说别天气预报不预报，我先不提这个，凭什么我就得死我的？粉丝心愿吗？是粉丝吧？这心愿强吗？一会儿那荧光棒就什么都拿下来，就没听说过。希望你那样。这天气预报也不报这个。天气预报怎么不报呢？天气预报报我没有。报最近不是多雷雨天气吗？不是。我遭雷劈似的。对呀，啊，你这就玩玩你一下，你知道吗？反正就月底吧，月底，杨永祥在太平洋上，哎，让雷就劈死了，大伙儿着急呀，啊。我没事，月底上太平洋是干嘛去了？我就太平洋那有雷呀，啊，就上那去呀，啊。年底去了，嗯，啊，月底去了吧，啊，到太平洋上去了，啊，完了之后咔嚓劈死了，这不行啊，你这观众不干啊，嗯，非得再来一个呀，啊，对，还得广州还得办呢，还得，啊，对呀对呀，是啊，得克隆一个壮壮，啊，对呀，找我来了，嗯，找我来了，我得克隆你啊，对，我好好我得了我来吧，对，怎么克隆啊？啊，你讲讲，直接我家有个实验室。哦，你家实验室？实验室直接就克隆就办了，就你租的房子是吧？对对对对对对，啊，嗯。在那儿去，嗯，我家都跟那个小实验室一样啊，嗯，都是无菌消毒的，都是，嗯，哎，给你往那儿一摁，是吧？嗯，这边我那都有道具，都道具，道具，哎，针头，哦，针头是道具，对对对，就是用的使什么，嗯，哎，针头，嗯，完了还有一根胶皮管子，啊，往后听就不欧了，知道吗？这胶皮管子呀，那说不准，我跟你杵在针头上，哎。杵针头上，啊，给你就卫生间，知道吗？哦，还卫生间，往那儿。您这都卫生吗？您这卫生间能不卫生吗？嗯，对不对？你就把着这个洗手池子，嗯，哎，我这儿赶紧这针头顺着你这血管，噗，捅进去了。旁边赶紧这头啊，接到那个浴缸里头，知道吗？得放血呀，啊。哦，还放血？化验嘛，要不我克隆谁呀，啊？嗯，放血。哎，这弄过来不行，你血还太黏，你知道吗？嗯，这血弄不出来。你们看过那个给鱼换水没有啊？哎，你就找着这头往嘴里，您这都卫生吗？您这哎，就都倒进去了。嗯，咱也别抽太多啊，大概抽80斤血吧。好嘛，那不用去太平洋，知道吗？啊，我直接就死在这儿了。怎么抽80斤血像话吗？少了怕弄不活呀。那就还得少来点儿的。8斤吧，好吗？8斤。失血了一会儿。回个手，8斤。8斤也够瞧的了。5斤，我这让两回还两回价了，差不多你。您这要吃血豆腐。5斤，哎，赶紧夸，弄好了，来5斤装盆里头。嗯，这盆拿出来，赶紧就是热乎啊，就是热乎，往里搁点盐。嗯，哎，点点酱油，来点味精，照一个你最近的照片，哎，撞着那个照片，哎，往里一搁，上锅蒸，蒸50分钟，揭盖一看，小阎和祥。对，哎，这不就小壮壮。我刚才就说没，这不就血豆腐吗？这不就是？后来这个卖血豆腐把这克隆人的方法卖走了，行了吧？后来叫卖血豆腐。你说毛血旺好不好？哎，你那不行，毛肚还得骗出来呢。你就说，你看你这些个克隆，这是技术谁设计的？我。就您这是科学发明啊？这科学发创造啊？这胡天知道吗？发明创造还有啊，主妇的福音。啊，这都什么词儿啊？我给你爸弄了一个那个全自动刮胡子机。嗯，给你妈也弄一个。嗯，你妈没胡子呀，怎么办呢？嗯，你考虑到家庭主妇嘛，在家待着很麻烦，嗯，哎呀，又得什么做饭呀，嗯，然后又得什么养花啊，又得出去接孩子带孩子，太累了。那怎么办？节约你母亲的时间啊，给她弄一个自动蒸馒头器。自动蒸馒头器，蒸馒头多费劲啊，在家啊，和面。对吧？和面完了之后还得醒面，嗯，完了上锅再蒸，你还不一定蒸得好啊，对吧？你那喧喧腾腾的那个多好啊，嗯，我这研究的自动蒸馒头器，
就怎么自动蒸馒头器？特这仪器好看啊！啊，这仪器是扁平的，啊，扁平的，前面一个圈啊，后边一个圈，哎，中间有一大梁，这梁上呢有一座子，前面梁上有一把，这底下呢有个脚蹬子，哎，自动蒸馒头器。弄好了，不，这不自行车吗？这不，哎，对，这自行车怎么自动蒸馒头器呢？你骑这个买馒头去。哎，这啊，这么个自动蒸馒头器是吗？哎，你要自动包饺子机也是这个啊，也是这个，都解决了。这一个外卖全解决了，知道吗？是什么自动啊？这我研究的。啊，您研究这？这都我研究的。嗯，我跟你说，搞这发明创造太方便了。嗯，方便大伙儿。您再说说。也方便我自己。嗯，我就这么跟你说，最近我的生活比原来不一样了。您什么生活？最近好家伙，我比原来有质的飞跃啊！质的飞跃，怎么了？有钱出去玩去。你也出去玩去了？我也出去玩去。嚯，没你那么远啊，没你那么远。我就跟前儿什么那个青城山呀、峨眉山呀。哦，去上成都玩来了。哎，好山好水好地方嘛。嗯，喜欢来呀、啊，上这边来。嗯，上青城山转转去。嗯，开着新买车了，我又新买车了，知道吗？嚯，豪车。什么车呀？超跑，这见过开见过超跑？我没见过超跑。豪超跑，捷达。对，哎，您让人家坑了，你是没见过吧？捷达有超跑吗？你坐的低一点就超跑，你管那个呢，你知道吗？开车，哎，玩青城山，玩吧，峨眉山啊，这都是通过我用知识产生的财富哦，那都是我赚来的钱。哎呀，知道吗？最近新得一千万，您啊，拿着一千万买着这车，然后这一趟再去这儿旅游。哇，哦，嗯，这是钱怎么来的吗？您说说，这钱拿脑子赚的。拿脑子赚的，脑子有智力。对，你就差一点，你没有，知道吧？就前几年吧，前两三年，嗯，那会儿，离咱不远啊，嗯，有地儿叫美国，你知道吗？美国，你这什么发音呢？美国啊，美国，哎，就那儿，就那破地儿，知道吧？嗯，哎，最近，手上那儿去了，哦，去美国，美国有一德州啊。我知道，了解吗？德州，嗯，出两样宝啊，嗯，一个是扑克，一个是扒鸡，对，是吧？您说这是山东德州、啊、哎呀，你贺新今天有德州来，也是哪儿的人都有今天啊，你看看，好，德州也好地方，德克萨斯州，德克萨一个意思，跟咱小的，你知道吗、啊、德克萨斯州，嗯，德克萨斯州有一个城市叫达拉斯，哦，首府，这你知道？我知道达拉斯。嗯，在这个达拉斯的这个春熙路上啊，出现了这么一个，哎呀，太古里就在这边，你等我一看，您还是没出成都，知道吗？达拉斯有春秀路，不是什么春西路哦，春西路、我也不熟这地方。北京春秀路三里屯边上，你知道吧？多悬啊！春西路，朋友们，这不赖他，我跟他对话时我也说错好几回，你知道吧？春西路，记住了啊！嗯，这好地方，这在达拉斯相同于成都春西路的地方啊，就市中心，对，繁华的地方。啊、嗯，在那儿啊，突然间。长起来一棵树，突然长一棵树，突然长。前一天晚上什么没有，嗯，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噗，马路当间啊，长起一棵树来。嚯，这棵树太可怕，什么样、啊？没有树叶。哎，这很奇怪、啊。奇怪不奇怪啊？没有树叶。是啊，拔地而起。嗯，都吓坏。嗯，民众都造成恐慌了。啊，不知道这该怎么办呀？对呀、啊。哎呀，给这特朗普急的呀，直薅头发呀。本来就不多呀。对呀、啊，这怎么办呀？这个、啊、着急。嗯，得亏呀、啊，这个特朗普有一个贴身的秘书，那就国务卿啊，白宫第一秘书啊，叫大美丽。对，这个大美丽，这个故事编的都不可信了。这不大美丽，这是白宫的人吗？怎么不是白宫？怎么不是白宫？你不知道啊？嗯，大美丽说了啊，说这咱们国家不行。嗯，没有那么些人才，谁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呀？对呀、啊，在遥远的东方。哦，泱泱大国，嗯，中国，嗯，有一个了不起的大科学家，谁呀？开问郭，在下，你把您这英文名也暴露了。哎，嗯，我，嗯，郭麒麟阁下，哎，我是这个大科学家，嗯，把我请过去，这事儿我就能给他们解决了，就跟美国人解决。哎，对，赶紧吧，开问郭，对，开问郭，嗯，派人。把飞机给我拉过去，嗯，我都没下飞机啊，知道吧？我在飞机上面，我低头一看，就这东西啊，拿个对讲机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哪科哪种？我一讲，哎呀，给他们吓的，哎呦，说的满是那么回事啊啊！特朗普眼泪都下来了，是跪地邦邦冲天上磕头，
哇，这贺你太好太棒了，这也太了不起了，解决我心里一个大疑惑呀。嗯，当时给我1000万。这是知道这么一给1000万。知道了，我知道，我就说这是什么，就这个吗，这个吗，对不对，说就屁成边上吗，就这个吗，对吗。嗯，哎，不能在这跳，你往前再等一会儿，到学校再跳，你知道这不行。我一看我都明白了，我都明白了，他们，我一看，哎呀太棒，他都知道，完了给1000万，帮忙磕头。你说有能耐挣钱就是快，你这玩意儿咱回来咱不马上咱青城山再玩一圈吗，对不对，你也没什么大志向，可以捷达，哎，你看没高兴，嗯，赚钱了，赚了。而且据我听说啊，我花点钱打听一个小道消息，什么大概可能也就是明天，明天，哎，明天啊，明天有一个大事。什么大事？明天大事，嗯，哎，取消了，那个活动已经取消了，知道吧，我真的取消了。凭什么呀，取消了，取消了，演员都让我扣住了，你说演员让我扣住了，没看到。明天啊，朋友们听我讲，嗯，在这个锦里，哦，这还是这儿也得长这么一棵树，哦，啪拔地而起，啊，树好挺高，完了不长树叶，嗯，这个你想怎么办，这是不是也得有人知道，哦，也得问啊，哎，到时候我去趟趟一说具体是怎么回事，嗯，哎，人一听高兴，马上又给我1000万。哦，明天朋友们，哎，那您给讲讲这怎么回事呢，就长这棵树怎么这么突然吗，这么突然吗，就是我就问一下，我聊天嘛，怎么回事，哎呦，你问的可真随意啊，你问的这就是聊天嘛，就问问怕什么，不，这东西不，这跟那个克隆和自动蒸馒头器不一样，那我没学着什么，知道吗，那个说就说了，这不行，这是钱，这是钱，1000万，对不对，不是，我倒不是为挣钱，我就是学习科学知识，我就想怎么回事呢，你看你这会儿学习科学知识了，刚才谁跟着就你这好科学家你行吗，你我是这模样吗，是不是，我还美化了呢，你知道吗，你我不你又这样吗，啊，一脸瞧不起，觉得这我不会，现在看1000万，怎么现在又改变主意了，他不是关键，不是我就学学嘛，要能学再挣钱这不更好吗，你给我讲讲，我这么告诉你啊，这个事儿不是什么秘密，哦，我说出来你要真想学，嗯，可以学，是啊，对吗，咱是比如说掌握一个什么科学知识了，啊，你非自己藏起来到你死你也不说出来，这不叫科学，都绝了就，对不，咱那不行，啊，我得让这东西传承下去啊，你得给我讲讲，你愿意做我的传承人是不是，我愿意好，这话这么别扭，就是什么继承人还是什么叫什么，不，反正就是我跟您学，我跟您学，反大概就这意思吧，啊，您教给我好不好，啊，你就真想学，我真想学可以，嗯，你要真想学我也可以教你，嗯，你咱也怕咱这根绝了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，啊，真是这现在谐音梗的不可乐了，朋友们知道吧，这你想这个 啊这个树没有叶，嗯，那我问你，你是应该想怎么学，你是说想我当时怎么学的我怎么教给你，还说我就给你一个眼神，你自己体会体会。你给我眼神，我能体会出什么来？哎，文文啊，你就明白了。哦，赶紧自己回去研究去。这一个眼神怎么86？你这眼神我体会不出来。您就是您怎么学的？您怎么教给我？我怎么学的？我怎么教给你？哎哎，我可提醒你啊！啊，我是给别人当儿子学来的。不是，那你说就咱俩这个关系，那就不用当了，少当2天。对。您说学这么一玩意儿给您当一辈子儿子，您说这当一辈子儿子，你说这呸，什么演员呢，美死你啊，我这还美啊，给我当一辈子儿子啊，哦，我出去天天外边苦熬苦夜赚完钱，你在家一拆药，我要吃饭吃饭，我是这个模样吗，没有啊，没有，那您那意思 这好便宜让你占走那不行啊，哎，有的是人家给我当儿子，对不对，那，啊，你不行，是指个嘛，你那不是是好多后台好朋友，嗯，你不行，嗯，你就当这一会儿吧，哎，行，那更好，好不好，哪说哪了，就是你比如说你什么时候学会了，嗯，哎，你突然间哇，爸爸我学会了，哎，这就完了，到这儿就结束了，好好太好，好不好，嗯，那就这样，行，当然了，嗯，以后万一啊，嗯，你要是忘不掉咱俩之间的这个情感啊，哎，走在大街上看见我了，嗯，心里有点善念，嗯，过来冲我一鞠躬，爸爸，您干嘛去呀，我去超市，哎，这就先占我一个，对不对，不光你还带着你干妈一块占我便宜，是吧，这辈分都对吗，你这要这样，要这样我就不教了，你别你叫你别理他了，
他们这都观众，您告诉我，您告诉我，我告诉你，哎，告诉你，行，您告诉我，告诉你问题啊，嗯，这个怎么学？为什么说要有这个父子关系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咱俩得合作演这么一个戏。哦，在人物里，对、啊，要演戏。嗯，这个故事呢发生在德州。哦，就还是美国？不，山东德州，你知道吗？就在德州。这回德州了。嗯、对，这根儿就在咱这儿、嗯，要不然我也不能会呀、啊。嗯，这个德州啊，嗯，有这么一对父子。哦，这个爸爸是一个老学究啊，哎呦，特别的有学问。嗯，儿子呢是一个大学生啊。这一天呢，赶上这个放假回来了、啊，回到家跟爸爸一块下地务农去。哦，务着农，突然间抬头一看，前面有这么一棵树。嗯，这棵树光有树干，没有树叶。嗯，他很好奇，就问自己的父亲，他父亲，那他老学究没有不会的呀？汤，哎，一说，他儿子算明白了。你想，你要演这个儿子，我演父亲，我一说你明白了，你不就会了吗？那这挺简单的，很简单，来一回啊、嗯，好不好？来一回、嗯，那咱得化一化妆。怎么要化妆啊？哎，你咱下地务农干活啊，啊、嗯，他很累，太阳也很晒，很辛苦。哦，咱得包一包头，我头还包。对，包一包头。嗯，那我跟着您学是吧？跟我学。哦。这怎么？这叠三角，这还是？我也好些年没弄这个了、哦，来一下啊！嗯，记知道吧、哦？弄得我像伊丽丹似的。咱这好像不怎么吉利。我的刘海好看吗？往这边去，往这边去。我来不了这个，往里塞塞啊！哎，为什么戴这？主要就是太阳太晒了。哎呦，回头我怕呀，给咱这脑袋呀晒化了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啊。可以。哪儿都有欢呼的，现在。你看，要是说开心呢，还得多办专场。嗯。来啊。咱们手里还得拿一把扇子。这干嘛呀？这个是这个耪地的这锄头。啊，就咱是农民嘛，对，嗯，农民下地干活啊，拿着这锄头，哦，扛在自己肩膀上，就这样的，哎，这就开始了，哦，好吗？那咱来一回，这就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嚯、哦，挣钱了，这开始啊，嗯，咱俩是抬棺材的，这怎么？不吉利的，干嘛呢？你演我演的这儿，我看看你用没用心。我准备好了，是不是认真了？我认真了，那就开始，开始了。嗯、今天没有事儿了，这什么话？您哪儿听出好来了？这个，这什么呀？这什么？你唱着什么味儿？你这等会儿是什么呀？这干嘛呀？来不来？来不来？多难听！怎么了？我唱怎么了？不是，怎么还唱这个呀？学个这个，劳动号子呀！你下地干活，你不得唱上歌给自己打打气，然后干活有劲儿吗？哦，这还跟这有关系？废话嘛！那我怎么办啊？跟我一块儿唱啊！我跟着您来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哦，来来来、啊，想学不想学？想学想学。一千万啊！嗯今天没有事儿了，今天没有事儿了。撂啊！我没事儿，你也没事儿了。没事，咱撂下，咱别干了。那歇着吧，那就能歇着吗？不，你让我跟着您唱，你跟着往后唱，唱第二句啊。二一句什么呀？哎呦，不明白啊。第二句是。前缺胖胖地儿哟，不是你没事，合着我胖地儿？你不是儿子吗？儿子就胖地儿是吧？对呀，我不讲理君嘛，对不对？前缺，打头来呀、啊！哦，劳动号子从第二句开始唱。嗯，今天没有事儿了，前缺胖胖地儿喽。来在了地头上，嗯嗯，什么玩意儿？
前去胖胖地儿哦。啊，别唱别唱，咱家多少地儿让你跑啊？怎么这么大地儿呢？你看看，那不都是人吗？那不都是？这不您说吗？前去胖胖地儿。我唱完第三句，你得唱第四句呀、啊。第四句什么词儿啊？你不会呀、啊？废话，我会，给你当儿子呀还。教你啊，教你啊。啊，你教给我。第四句啊，嗯，有一个动势。动势，动势啊！因为啊，这会儿你就已经发现目标了，哦，这就看见了。突然看见在那一边啊，这个树就长起来了，就在那儿。哎，啊，你有一个发现，哟，有一这个，知道吧？紧接着唱第四句，嗯，瞧见了树没有叶儿了，哦，这就看见了，就看见了。哦，紧接着别着急啊，嗯，还有几句白口，什么白口啊？哎，跟我学啊，嗯，听着，瞧见了树没有叶儿哟。啊，放下了锄，一锄二锄两三锄啊，跑在了地头戳下了锄，嗯，不用锄。不是，我就这个昂是什么意思？值钱就值钱在这儿了啊！这是为了闪一眼呀，落在板上。好，这破玩意儿还有板有眼的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。咔，这个树，打头来呀、啊！哦，来来来，剧情不连贯，你进人物没有啊？嗯，对不对？今天我有事儿了，前去胖胖地儿哦，来在了地头上，嗯嗯，咔，这个树不有印儿哦。放下了锄，一锄二锄两三锄啊，趴在了地头戳下了锄，嗯，不用锄。什么都得学，你这。我说，男的儿子。到广州啊，我死活不演这节目了。我说，男的儿子。你说带上都不挨着。我说，男的儿子。我到广州给您来个。男的儿子。你打我干嘛你？我叫你呢，我。哦，您这是叫我呢。废话，你答应啊。我怎么答？哎 ，A 就完了。那、啊、怎么了？不行，不行。你听听听。A 不行啊。那、啊、A 怎么不行呢？啊，我说话这么怯，你说话不怯啊？爹怯而不怯，看着他不像亲的。本来也不是亲的呀，对不对？那不行。那我应该怎么答应？那这么答应啊？我。我我啊，紧接着啊，嗯，还得叫我，怎么叫你？你叫拿爹爹呀。嗯，没事，我不知道，就从那儿找吧，一会儿你知道吗？你叫我行了，我之后你还得一拍胸脯，横打鼻梁，嗯，道歉道歉。怎么道歉呢？你这么说呀？啊，说那不是你的儿子，拿的娘是嘿嘿嘿嘿嘿的儿子呢？这就是报应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这个太阳是太足了。啊，完了就叫您就完了呗。对，你得这么叫。阿爹爹呀！哇，别忙，啊、打头来，从头开始啊。今天没有事儿了，前去胖胖地儿哦，来在了地头上，嗯。树没有印儿哦，放下了锄，一锄二锄两三锄啊，趴在了地头戳下了锄，嗯，不用锄。我说男的儿子，到这儿了。我，俺不是你的儿子，俺那是他娘谁谁谁谁谁的儿子呢？那还用说吗？叫叫叫我叫。哎爹呀！哎呀，我说男的儿子，哇，你叫爹说妈呀，我踢死你我！你这是踢吗？你这个，你说叫你干嘛呀？这占了这么多便宜，我就问这树怎么没有印儿啊？我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你折腾我干嘛呀？我说我这剧中人物不知道啊，你问我了吗？我、哦、还得问你？你没问啊？哪儿挨哪儿啊？上来啪给我就来一下。张嘴就骂，抬手就打。这你现在还是我儿子呢？
这要不是你，是不是还得弄死我呀？你得，你得问啊！我怎么问呢？你说哪里跌呀？那棵树怎么没有叶儿啊？你问问我才能告诉你、啊。这就告诉我了是吧？对呀、啊，哪里跌呀？王别跑，打头来。今天没有事儿哟，前去帮帮地儿啊。来，在那地头上，看见了树没有印儿啊？放进出，一出二出两三出啊，抛开了地头戳进了出，不用出。我说哪里儿子？妈，俺不是你的儿子，俺的是他娘的谁的儿子呢？那还有事儿吗？还爹呀、啊？爸。俺爹呀、啊！俺爹呀、啊！你有完没完的？我说俺的儿子，哇！你叫爹做嘛呀？俺爹呀、啊！那棵树它怎么没有印儿啊？你说哪一棵？哪一棵呀？眼巴前这一棵呀？就哪一棵呀？对呀！你他娘不傻小子呀？那是电线杆子吗？但是我去你的！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学哑语》，表演者尚九锡、何九华。感谢啊，谢谢大家伙的掌声鼓励，哎，谢谢各位，哎，晃我一下，啊，快快快，你俩快跑，自个儿丢了吧？哎呀，跑就跑，还牵个手，很浪漫嘛。谢谢各位吧，确实呢，今天是一个好日子。哎，啊，我们少班主确实郭麒麟，啊，开箱大吉。对，啊，还鼓掌呢，八月份才开箱。啊，可能他家也是没有挂历，对吧？哎，这我们两个人呢，便头一个节目，很荣幸。上台一看，确实呢啊，人山人海啊，来了不少的好朋友。也都是喜欢来听相声的，对，可能很多的朋友对于台上的两个演员不是那么的熟悉，我们有必要啊啊，熟悉熟悉，哎呀，让我说话，别嚷嚷，气死我了，嚷嚷什么你？我怕上台我没说两句，他们都抢走了，不至于，不用这么泼辣，倒是，那不是这不来这儿的吗？他们都好吃个辣的啊。对吧，让我做个自我介绍。当然刚才那边有起哄的，有呐喊，有叫好的，可能对我们两个人相对的啊有一些耳闻。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是第一次到这儿来，确实对台上的两个演员不熟悉，有必要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我叫尚九锡，谢谢大伙儿。谢谢，谢谢你们点到为止的掌声。哎，感谢你们大伙儿啊，谢谢你们大家，谢谢你们百忙之中。好好好，还跟我商量着来，前面还问我可以了吗？行，我也知道为什么大家伙掌声没有那么的热烈，赶紧抓紧时间介绍边上的这位演员何九华何老师。哎呦，哎，谢谢谢。你们是看见熊猫了吗？这是疯了啊！他们住成都看熊猫，看得比你都勤。对。看见竹子了，这是。好呀，郭麒麟，你可以回去了。他们今天是来看何九华的。对，是看郭麒麟封箱的。哎呀，确实，小伙子人长得精神啊，大家伙也喜欢。下边啊，刚一开始，
有鼓掌的，有叫好的啊。小姑娘啊，扯脖子正命喊：“喝酒花好帅！”哎呀，中间也有夹杂的我的观众的啊啊，看到我台上站着有点尴尬，下边也喊：“上酒戏你还行？”还行，没有办法呀。啊，现在德云社的整体风向都是逗哏演员干不过捧哏的。也谈不上整体啊，基本上都这样哦。拿我们队就可以延展一下，捋一捋啊，捧哏的人气都比我们逗哏的高。那是最简单，队长都被架空了。哎，哎，哎呀，没事得台上提提我们队长，要不然我们的队长是谁，我也忘了。问我不就完了？哎，周九良，啊，好好好，是是是，哎，喜欢周九良，对吧？哎，确实，何九华，刚才话题得说回来，啊，小伙子长得精神，和后边大部分捧哏演员不一样。其他人，基本上德云社的捧哏演员整体来讲啊，大部分的你们可以脑补一下，长得都比较的抽象。什么词儿啊？这是？就是那个形象呢，用词汇不太好斟酌他们。哎呦，长得都比较的破马张飞。不太好看是不是？不太好看。哎，体态上来讲，首先很直观，捧哏演员德云社来讲，胖人多一些啊，胖的比例大点。每个队的后台都塞那么几个胖子，呵，对吧？像后台你们平时也进不去。哦，怎么呢？不是管得多严。那什么原因？塞满了，都先往里闯。对，我们跟你们说句实话，本身这个节目也不是我俩演，原定安排不是，我们是被后台的这帮人给挤上来的。对，就愣拱上来的都是。啊，后边一会儿别着急，往后看，有那个胖子捧哏演员坐沙发上，一看手表，哎呀，坏了，该我演出了。他一起身，我俩就出来了。对，我们也不想这么早出来的，竞争压力太大，没有办法。当然，确实何九华长得精神，体现在哪儿呢？啊，体态很苗条。哦，何九华长得很瘦，是可以称得上是德云社最瘦的捧哏演员。哎，怎么了？这不是方言，这不是，这也不是网络用语。哎呀，你们这些人呢，俯眼看人机。哟，你要不说这句，我都没明白。你这，我跟你讲，现在根本是不是我们台上的演员愿意去开车啊？我就说你长得瘦，下边咦，现在明显是观众在带节奏。下边啊，所有人的潜台词就是上酒席，上车呀。单纯的瘦，还是单纯的瘦，这多缺德！上完车把车门焊死了，你这……哎呀，这车没有往返啊！这个词不好，就是体态呀，就是形容长得苗条，苗条，确实很苗条。最苗条的捧哏演员，哎，苗条到了什么程度？啊，何九华。直观点，站过来给大伙儿看看。还得站过来，后背出点汗啊，前胸都阴了。我是一张宣纸啊，合着。你不是，值不值的我不知道，反正就说单纯的瘦。啊，你是要说值不值的吗？你是？就说这个体态上长得苗条，大家伙喜欢，少女喜欢，小小伙子长得精神，长得苗条。对对对，小伙子也喜欢。对了，对对。对对。哎，你听听，你看看，你听我的老男粉，这没有办法。哎，车帮子上边还爬一个，你看看，他一直在车底。啊啊，他应该在车里哈。看着你俩，聊聊什么这个歌词的事呢？啊，确实大家伙喜欢到这儿来，为什么？感受现场这个相声的氛围。哎，确实我们演员也知道，大家伙常听相声的也知道。对我们相声演员四门功课也比较的了解哦，吃喝抽烫，这谁教给你的？这是，哎，郭麒麟他师傅教我的呀。你不认识那个人吗？怎么？我抽烟抽得越狠，我人设立得越稳。对。哎，啊，我很喜欢于大爷啊。是是啊，其实啊，我很喜欢上热搜。是是。啊，下回你努努力吧，啊，好，就说这意思啊，确实呢，不是这四门了，哎呀，亏你还想得起来呀，
这就是捧哏的基本工作了。我以为就绕绕这话题就过去了。我告诉你一下，不是这四门。哪四门啊？说学逗唱。看来你还很了解。当然了，但确实来讲啊，今天大家伙刚才你看啊，那掌声呐喊声，大家也很喜欢你。哦，四门功课也简单的给你个展示的平台，哪一个是你的强项，给你大家伙简单的说上一说。不需要这个平台啊。你怎么不需要了？你给你个展示的机会，大家伙喜欢你，好不容易来一趟，看你一回比看大熊猫都费劲。这也是，主要我没有繁殖基地，主要是。竟是这个虎狼之词，这是熊猫之词。不是我不需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不太会这些。相对，矬子里头拔大个。哦，拔将军，看看你哪个能相对来说好一些。学吧，学我比较擅长。你跟我说这个，你擅长学。我不学二人转。对了，我还有企鹅呢。我没有双肩背。你能学点什么呀你啊？我能学特别多，说来看看。天上飞的，地下跑的，水里浮的，草坑里蹦的，各省人说话做买卖吆喝，聋子打岔，哑巴打手势，人言鸟语，这个不才呀、啊、不才你是会，你是不会呀、啊、在下都会。哎呀，你也不要摆出这副膨胀的状态来啊！我就问问你，这些你刚才说了都会，嗯，术业有专攻，肯定有最拿手的。学的好的是什么呀？我最擅长的呀，嗯，嘿，哑巴打手势。越说着就越没有人话了啊！怎么了？就你会哑巴打手势？我会呀。你还擅长？对，往这儿看。怎么了？瞧见我了吗？一直看着呢。活脱我就是一哑巴。还你会这个？你能把鼻子下边那个器官闭上吗？鼻毛啊。怎么这么恶心呢？怎么长长了修理一下。不是，你是哑巴上台说十分钟话了，可有那么长时间吗？我看着表呢，看着表说十分钟怎么能说话呢？你不理解什么意思？我说话是为了掩饰我的身份，你们琢磨去吧。哼，越琢磨是不是越糊涂？哑巴用说话掩饰哑巴的身份。我也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这个。啊，是这个意思。那这是人话吗？哎呀，我一着急说错了。你正解要表达什么呀？就我哑语比你强。您也会啊？是啊。那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啊？我正经学过哑语。我是生活当中接触过哑语。那不行。为什么？正经学习的就不一样了。你去问问，我学的时候正经买的那个哑语磁带，认真的学习过。它是攻读啊，知道吧？第二语言。你买一盘哑语磁带，何九华，你是爱听丢砖的声音吗？把这磁带啊往随身听里一放，一扣上，戴上耳机。我等谁呢？我这你怎么了？你憨豆作品看多了你啊？不是，我说成哑语磁带了是吧？是啊。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说错了。投桃报李。讨厌。我买那个哑语的光盘，收看过。啊，不是收听。哎，学它干嘛？没什么用。再说你听的那个东西啊，比较的笼统。哦。我是以前有街坊是个小哑巴啊，我跟他接触的比较多，耳濡目染。时间也长了，学了很多的哑语。哦，那都是正经的。那不也是生活化的吗？你说你会是吧？对了，简简单单考考你，敢接受挑战吗？那有什么不敢的呀？正经哑语磁带来。行啊，看看这个，咱由浅入深。哎，啊，看啊，瞧这个，哑语，翻译。太浅了。好。呀，这你也知道。嗯，行啊，哟，这个没，这不是哑巴都会呀、啊，这个。行啊，嗯，看这个，哎，
嗨，数字六，不对，六不是六不是，那不知道了。好个六，哈，开玩笑，幽默嘛，说相声怎么还不玩笑了？是又不好瞎悠啊！哎，这样怎么到底？押韵里的电话啊，电话。押韵中的电话的意思、哦、两个人可以沟通啊。拜拜拜拜，等会儿这招别乐，不是问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哑巴。对，要电话干嘛呀？言多于失啊。不对对对啊。什么就对呀、啊、可不可以发微信？哦，微信对不对、啊，哎，两个聋哑人士微信沟通，这边发过去了。别，对面那一接，噔一摁，别，行了，两个用安卓系统的聋哑人，多糟践流量啊！这个，是不是能发微信？哦，能发微信。对，这是电话。电话，好嘞。看这啊，还有题呀、啊！哎呀，你是不是傻子呀？你是不是？干嘛骂我呀？好啊，考过了。不是，这不是好，这是好。电话？不对，这个是啊，不不，这是电话。这个也是电话。什么电话？翻盖电话。哎，别拍了！打的时间长还能收回去。哎，别你来，什么的？什么题呀、啊？翻盖电话。翻盖电话，这我没学过。再考考你啊！正经的哑语。正经的，看这个。哎，嗨，这简单了。嗯，就是思考想的意思嘛。行了，还真知道。那是。再看这个。哎。骨灰盒，怎么到成都腿软呀、啊？怎么说这玩意儿他就害怕？不害怕？什么？这你看仔细了，骨灰盒？什么骨灰盒？这上边带着尖儿的，你还挺艺术，哥特式的骨灰盒啊！哦，尖儿的呀？废话，放墓地都够不上盖儿。尖儿的，什么东西？家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回对了。那骨灰盒也是家。你这个断气之前的这个家，哎，哦，有一门牌号，边上有你照片，哎，回家也是回骨灰盒里，行吧？这还真知道。还有啊，家的意思啊，看这个，考你个简单的词组。词组，看仔细啊。哎哎，看这个啊。哦哦，知道了，想吗？啊？哦，不对，俩拼命的想，不是拼命想是一边，那得这样啊。商务人士举俩电话，这不对，不知道了。不知道很简单，这公牛，还得是公牛，母的没这么大犄角啊。哦，牛。对，好好，公牛啊，带犄角的，好好，注意看那个啊。哎，一个牛得了骨质增生。你翻译的也太细致了。我哪知道这是？这很简单，鹿。啊，多个叉就是鹿啊。对呀、啊，这是公牛，这是鹿。哦。再看这啊。好好。一只鹿骑自行车。回答完毕啊，爷们儿，这都是句子了。哦，词组啊，一直说词组啊。鹿骑单车，四字成语嘛。四个字就是成语。对，特马张飞，刚才我说了，无极六兽，敌六算卦，五马长江，尔虏瓦块。什么词儿啊？这都是无极六凑。哦，四个字不一定是成语哈。对呀、啊，迪丽热巴这不算成语是吧？
当然不是。哦，那我不知道了。不知道啊？不知道告诉很简单。哦，这是一个奢侈品牌的名称。什么牌子呀 ？LV。是这么比吗？全称叫路易威登啊。哦，你看好啊。路易威，这不登吗？哦，这是灯是吧？哎，我没法猜这个，更难了啊！刚才说了啊，由浅入深哦，考考你成句的了。好嘞，看这啊，这可不好来。成句，瞧这啊，哦，来，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？啊，我什么都没看懂，我都看中那挠痒痒了。这个什么呀？这不是，不是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？一句歌词啊。什么歌词啊？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。就刚才比那挠痒痒那个。对呀。这什么？你再给我比一遍。你看啊，和啊我。在你先等会儿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在怎么这么比啊？唱出来。和我在唱。够了够了，在。对不对？这哑语里还有谐音梗呢，是吧？和我在后边呢？成都后边地哦。街头走一走，不对，这不是，先别鼓掌。我最印象深，后边还有挠痒痒呢。呜哦呜哦，呜哦呜哦。哦，我以为五菱荣光呢，我以为没有植入广告。哦，确实对哑语多少了解一些。那正经的我都会。刚才提到了，我有一个街坊小哑巴、啊。刚才提到这个话茬呢，我也很想念他。哦，很多年我也是不见了。咱们呢，今天给他简单的呈现出来，表演一下。好比方，我就是我的街坊小哑巴。嗯，你是我的邻居。今天咱们在街上邂逅了，简单的啊，聊聊过去，展望一下未来，聊聊天儿啊就。我可就不能说话了。哦，进入角色。行，好吧，打那边一拍脑门，我就不能说话。这就开始了。就是个聋哑人了。好的，咱们给他简单的呈现出来，表演出来，开始啊！哎。哑巴，哎，干嘛去？不干嘛去，溜达。你怎么答应啊？你们是不是认为我错了？对呀、啊。首先啊，我想问问你和九华，您问，有满大街喊哑巴的吗？哦，不能喊哈，不文明，不尊重。再说了，十哑九聋，我也听不见，耳朵也不行。对了，那怎么办呀？你比划。哦，用上哑语了，稍微带点手势。好，再来啊，再来，再来。妈抢占我撩头帘的事儿，拍完他不响，哎，怎么说话了？怎么？哎呦，还挺严谨。俩哑巴，怎么成俩哑巴了？干嘛呢？票这么难抢，来了看俩哑巴。没事，自己家买卖。你能说话？哎呦，我还有这个功能呢哈！你是我的正常的街坊，我忘了，我是个哑巴。好的，再来啊，再来一次。哎，街坊小哑巴。啊哈，比吧。嗯，哦，这是响呢。哦，想起来了。没想起来，你乐什么呀？想起来没有？啊啊！要不我来哑巴吧？好吧。那我试着翻译一下吧。是说咱俩打小一块儿长起来的。
哦，还肯定一下是吧？对，一块长起来的，一块长起来的。啊，哑巴下回这么长的句子能不能点一标点符号啊？我知道什么意思，你说咱俩分开了不见面，逗号，5、6年了。哎呀，你的听力恢复了是吧？5、6年不对，错了，错了，成都，哎，错了，九年了，啊，9年了呀，9年，我去，你是不是痊愈了？现在，9年了，哎，怎么了？我小时候啊。哦，我小时候胖，哎呀，现在瘦了，喂，你是不是认识张铁林啊？是不是？怎么还会外语啊？现在，告诉你一声，就是为什么，是不是？就是工作，对，说相声，醒目，说相声。东跑西颠，我跑，累瘦了。穿大褂。稍微轻点。哎呦！这不是我们相声演员啊，这不是我们。啊，是，我知道。给我爸爸呀！什么？你是我爸爸呀？这句还真清楚是吧？没吧？就是说相声就完了。对，工作。东跑啊。西。我干嘛去呀？我逮包子去呀？这是。行了，就是东跑西颠，累瘦了。要不？哎。啊？怎么了？我骨灰盒，不是，我们家，哎，这是我，比我大一辈儿，哦，有胡子，大肚子，真知道揉一铁球，这是少鸟，干嘛呀？给鸟当花洒呢？我这别鸟就别洗澡了，就不就是有铁球少鸟这个吗？我爸爸，别答应。哎呦，我家伙找着祖籍了，这是。我老头儿，老头儿，行了，我爸爸见不了美，他花生油过敏，知道吧？就是身体怎么样？告诉你吧，老头儿，我爸爸，行了。过去了。是那俩哈啊，我爸爸没了。不是，我爸爸。
身体好为什么没了？嗨，疾病，脑淤血。哎呦，他怎么这什么毛病？脑淤血。他，你们俩有什么仇啊？这是脑子脑淤血吗？乱枪打死的。呸，该该。First in the hole， 别扔雷了。没有没有，干嘛等队友呢？这是，行，别缠绷带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团灭了，团灭了，现在啊，没有，就是，看这儿了吗？血管看见了吗？血液上涌到这儿，嘣，脑淤血没了，对，没了，我爸玩太阳花，这个剧场是不是太小了，有点玩不下你了都。不用这，就是没了就完了。没有开花，没有开花。哎，脑淤血。哦，没了。哎。对。哟。哎呦，我爸小时候啊没少疼他，伤心了。我爸爸死你哭儿啊，别哭了别哭了，不用哭，好几年了都，又怎么了？我们家呀，这是我，还是比我大一辈儿啊，满脸褶子，怎么了？啊，有一拐棍儿，别学了，就是走路快散了，这个是吧？我妈没有，你听听身子骨多好。没有，身体好。对，身体好。啊，那没关系，不知者无罪嘛。怎么遗憾了这是？疼？又怎么了？好了，这是我。好。哦，这回是平辈了，岁数比我小。哦，渣女是吧？抹粉，哦，超短裙，高跟鞋呀，撂下，就别见什么学什么啊，不就这个吗？我妹妹，没有，我求你了，哑巴，你给我们家留一口吧，好吗？身体很好，身体好，哎，身体好，怎么了？哦，妹妹啊，哦，你说我妹妹今年25，记错了，没这么大，24了，24了。喂，行，这倒可以了，31了。哎呀，我不想知道，因为看你就不好。是儿子，明白了，拿我妹妹敲钟去是吧？我妹妹是个看钟楼的了。什么意思？我是我妹妹，干嘛呀？明白了，想带我妹妹拍电影去是不是？走了，你是鹦鹉啊？这是，
什么意思？我还是我妹妹啊？怎么了？什么意思呀？行行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明白了。带我妹妹逛庙会去，是不是？这太这什么意思？嗨嗨，想跟我妹妹结婚呀、啊？哎呀，明白了，有房 ，apartment。哎呀呀，甭拽这词儿，我们家好几套房呢。什么呀？有钱呀 ？cash。现金，我们家不在乎钱，都不算了。有车吗？不就？嗷嗷嗷！路虎是吧？我谢谢你吧，你要刚才不比那路易威登，我都没法猜这个。明白了，哑巴，你不就说你有房有钱有车吗？那我妹妹嫁人也嫁个会说话的。我会说话。我去你的吧！什么玩意儿？哦，朗哥他妈在这儿呢。感谢二位精彩的演出啊！说相声是个体力活，我真担心我轮哥的血糖跟我朗哥的尿酸呀啊！让大伙儿换换耳音啊，让二位主演休息休息。接下来，请您欣赏相声《学电台》，表演者杨鹤龄、吴晓泽。谢谢大伙儿的掌声啊！哎，谢谢大伙儿，让他们三口下去好好歇会儿。嗯，一家三口。这个，我觉得掌声还能再热烈点儿。嘿。就我们呢跟人家不一样，人家是知名的演员，哎，大角大腕上台呀就有这个碰头好，嗯，我们就需要大伙儿的掌声鼓励以及刺激。哦，那倒是，刚才这节目说的多好啊，嗯啊，叫学外语。是这个，其实我们真正相声演员的功课呀不是说学外语，哦，不光这些，哎，最基本的普通话要过关，要说得好。哦，这是基本的。而且我们来说呀，我们相声演员呢，嗯，台上用的这个语言呢，它不是标准普通话。哦，那咱们这个叫？我们这是普通话加上一点北京的方音方言。哎，归为北方语系。哎，你这说相声必须，啊，必须有点北京的口音。哦，啊，你真正说俩人往这一站，哎，用最标准的普通话说相声，标准，说出来不好听，哎，不接地气儿那个。啊，真正说形式是两个人，形式是标准普通话的那个不是相声，啊，那是新闻联播。哎，你还真是新闻联播就是两个人，啊啊，一上来一般都是男的先说话，啊，对，各观众大家晚上好，你看播音腔，旁边有女捧哏的，晚上好，哎，啊。对吧，来个女捧哏的，那得说话呀。啊，嗯，而且来说我们这个北京话有什么区别呢？嗯，您各位北京的朋友也有，外地的朋友也有，北京话它有两个特点。哦，您介绍一下。一个就是嘴里发懒。哎，北京人嘴懒。哎，嘴懒，一说话一秃噜就过去了。你比如说吧，嗯，你比如说就是咱数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哦，这个这是普通话，标准发音。北京不那么说，北京话，北京话一二六十，你看完事儿过去了。不是，您再来一下。来，一二六十，一秃噜过去了。你嘴里有丝袜似的。嗯，这叫什么词儿啊？纵享丝滑。一个词语是三个字的情况下，嗯，北京人一说中间这个字很容易就没了。哦，三个还能吃一个。你比如说咱们说一个北京地名吧，嗯，有个地名叫西直门。哦，那交通枢纽啊。西直门是普通话。嗯，北京人一说话中间这个字就听不见了。北京话说这个不是西门，叫北京叫西直门。各位您注意听啊，嗯，西直门，西直门，你说中间这个直呢没有，它稍微有点音儿，哦，西直门，你说有听不见，西直门，那那直呢？直吃了，吃字，哦，三个就吃一个，吃字，哎，会，拿我的名字来说吧，您叫杨鹤龄，是北京话一叫我北京人，杨龄，哟，杨龄，嗯，杨龄，那鹤呢？鹤吃了。吃字吃掉了，吃了，这好比吃了啊。他叫吴晓泽，是我北京话，北京人，郭泽，郭泽。消呢？消吃了，我说了吃了吃了吃了。哦，这是吃字儿啊。还有一个特点，还有北京话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呀？真叫儿化音。哎，北京人爱加儿化音。哎，你比如说北京有个地名叫三里屯儿。哦，最热闹的地方。三里屯儿，您注意，最后您要是有外地或南方朋友，您注意啊。啊。三里屯儿，
这个屯儿它就是儿化音的作用。哦，屯儿，三里屯儿就得说三里屯儿。哦，必须这样。去掉儿化音反倒不好听了。那去的一样啊。不叫三里屯儿，去儿化，三里屯，屯这就不好听了。屯，三里屯，各位您是有文化的人啊。屯，文言文是屁股的意思。那是文言文。三里屯，哎呀，这得多大一屁股啊！嘿呀，这德云社也就孙越能有三里屯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孙越得六里屯。嗯。比这还得大是吧？三里屯儿啊，屯儿，他的名字叫吴萧泽。嗯，吴萧泽这是普通话啊，这算标准。北京话叫他的时候，儿化音就很明显了。哦，名字加儿化。哎，对，他这名字适合加儿化音。哎呦，北京人叫他儿化音特别明显。哦，就不是刚才那个了。不是吴萧泽了。北京人喊我儿。啊，你看，哎哎，嗯，您有点起哄的意思了。没起哄，蛤蟆得谁上来儿去？北京人叫你啊，得什么？儿化音，您具体分析。嗯，您最少你得一个画一个，一个您俩字那叫儿化音。俩字您也是儿化音明显。那俩字不能了。儿扎，你看看，儿扎，这时候你就得学人家捧哏的了，你得答应，知道吗？你说儿扎啊，你这得答应，知道吗？还答应？各位，我们这个不是随便答应的。哦，啊，他讲究什么？追那个尾音答应好听。哎呦，你儿扎怎么答应呢？儿扎啊，你看儿扎啊。我要说儿 z 啊不好听，嗯，儿 z a 儿扎啊，儿扎啊，儿扎啊啊，答应儿扎啊，答应啊，儿扎啊，答应。你这个演员不好，好的演员呢都是条件反射，直接就说了儿扎啊，条件反射直接就说了儿扎啊。你是一只好演员。没听说你台上防着我是吧？废话，你这吃亏了我这个。我这个一说就是主要介绍一下什么呀？嗯，说学逗唱这个说。哦，这站一说字。哎，对了，而且来说说学逗唱四个字啊。嗯，还有一是学也挺难的啊。那可不，学的东西很多。哎，包罗万象那个。学个人物，学个动物，模仿个声音呐。嗯，声音包括的也很多呀。声音，你比如说电闪雷鸣啊，传统乐器呀，动物的声音呐。哦，这都得掌握吗？动物就得有叫声。哦，对对，那肯定。你比如我说一个小动物，大伙儿也都知道啊。啊，猫怎么叫？您有研究吗？猫我倒是听过。哎，猫，我告诉各位，一说就明白啊。哦，它是猫，它叫的时候，这个发音就是“猫”这个字。哦，就这么抽象？不抽象。嗯，你比如说它是猫，它叫的时候就是猫，猫，猫，嘿，猫，哎，一只小骚猫，不是小花猫，你看。这是猫，我看出您性格来了。猫就这么叫啊，这是猫。然后这个是普通话标准的猫。嗯，猫界还有普通话。对，哦，啊，你别的地方猫，你比如说这个锦州的猫就不那么叫。锦州的猫呢？锦州的猫是猫啊。你看，那他是对自己有什么疑问吗？这是？对，他也纳闷，哎，我是个猫啊，我是个猫。说话老带后勾的，对不对？这是吗？还有别的动物？还有，你比如牛怎么叫？牛，牛的话，你一般的牛是有点脑腔共鸣啊，哦，一叫着就是哞，哦，这哞，它有点脑共鸣。嗯，要北京的牛就不这么叫。北京的，北京牛是哞。首先发音位置它就不一样了，知道吗？不是，没什么区别吧？你看听不出来区别吗？一样啊。一般的牛是哞，啊，北京的牛是哞，还是一样？不一样，哞有儿化音，有儿。你看，猫有儿化音呢。北京人说话儿化，对，牛叫唤有儿化音。北京的牛啊，哎呀，那你都不如来那个猫儿啊。您说这是锦州的牛，哎，拉倒吧你啊！你也就欺负我没去过锦州。哎，我说这些个这个牛啊，这个，还是什么耕地的那个牛，哦，是这么叫。你说黄牛还不是这么叫？哎，一样，黄牛不这么叫。黄牛怎么叫？啊，要票吗？哎呀，我倒是刚才遇见几个，嗯，什么话，哪个黄牛说学逗唱，这是学，嗯，其实这个后台来说啊，嗯，不是说人家是主角人就怎么样，我说句大话啊。哦，您大点说。真正说说学逗唱这个学字啊，学这个后台我要说第一没人敢说第一，知道吗？好的，俩第一。不是，我要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。哦，就是您比他们强。我学的最好。您能学？因为我有一个独特的一个能学的一项。什么呀？就是广播电台。哦，电台。哎，广播电台。哦，您能学那个小物件？学里边那个，学里边那个内容，那个节目。哦，内容。哎，那里边内容啊，五花八门，什么都有。哎呦，你要是知道的少，听的少啊，你就学不了了。那多新鲜呢！今儿这么着，嗯，我别开生面。您要？我给大伙儿学回广播电台。呵，你能学这个？也不用化妆。哦，往这一站，我就是一部电台。哦，就不是人了。啊，对。这叫什么话呀？啊，就说来就来。你听我这个内容像不像广播电台啊？马上就开始，这就开始啊！嘿，
大姑娘美了那个大姑娘郎、啊啊啊啊、这可能是电台音乐。大姑娘走进那青纱帐、啊啊啊、您这什么电台呢？少林寺老和尚广播电台。啊，听这和尚就不正经。少林寺老和尚广播电台，哦，现在开始播音啊，咱们一块儿收听。当当当当，你瞧，您刚才听到的最后一响，嗯，北京时间几点？7:50。哎，这是整点吗？那欢迎您对时。哎呦，下面是天气预报。好，收听天气预报，为您的出行做好准备。嗯嗯，我们将为您提供最快捷的气象讯息。哎，主要是能提前知道。昨天，最高气温99度。哦，降水概率100%。好，下的是开水。我想听明天。前天，有前天，最高气温-60度，哦，降水概率100%。啊，他又给冻上了。明天，上个星期四，上周四，雾霾，哦，能见度多少？没有能见度。那您提它干嘛？听明天。明天的天气预报，我们将在下个星期为您播出。好的嘛，全耽误了。欢迎您到时收听。哎，那听不听吧。好，下面是曲艺大观园栏目。哟，曲艺是中华的瑰宝。嗯，曲艺大观园是本台新开辟的一个栏目。哦，我们将在每期请到不同的艺术家，嗯，带来不同的艺术形式。嘿，真可谓是艺术界的珍馐大餐。好词儿。那么首先请到演播间的呢，嗯，就是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。这位是高元军先生。哟，给大家带来了山东快书。嗯，武松打虎。哦，这好极了，欣赏一下。哦，说来就来，你瞧瞧。高元爵上台鞠躬。哦，山东方言。咱们先言少叙，是打板就唱。好，屌你个屌，屌你个屌，屌你个屌你个屌你个屌这个屌了你个屌了你个屌你个屌，屌你个屌了你个屌你个屌这个。老艺术家娘们唧唧的。闲言碎语不要讲。好，下回书里边说短香。完了，完了。一句结束了，您家接下来请到演播间的呢，嗯，是来自东北的一位评书表演艺术家。这位是？是单田芳先生。哦，单老给我们带来的是传统评书。哪段？海绵宝宝。嗨，这是传统评书吗？话说这位小将军，金盔金甲淡黄袍，红领带扎稳牢，黑皮鞋足下套，一双圆眼赛虎目，这俩板牙滋楞着，嗯，脸上压一兜水，嗯，谁呀？谁呀？海绵宝宝啊！还真像，你瞧瞧。话说这天，海绵宝宝跟往常一样，嗯，来的了蟹黄堡。那一只眼的痞老板早就埋伏好了，心说姓海的我跟你没完，嗯，为了抢夺蟹黄堡的配方。到下回小将海绵大战一只眼，好朋友派的星来助阵，眼看着就是一场恶斗。好，单老就是听完这一段被气死的。嗯，大家好，哟，我是广告机器人。哦，还插播广告。哎，嗯，这不是单田芳老师吗？认出来了，是我呀。哟哟，您的嗓子怎么了？啊，痔疮。真是，这是一个地儿吗？得了痔疮不用怕，哦，请使用我们为您推荐的老干妈牌药膏。听着就刺激。用了老干妈牌药膏怎么样？嘿嘿，还真对得起咱这张脸。您这都抹错地儿了。好，下面是华语金曲栏目。哦，又改了。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刘德华。哟，刘德华生于香港，嗯嗯，唱了许多歌曲，哦，其中一首《忘情水》更是脍炙人口。哎，家喻户晓啊。接下来为大家播送的就是刘德华先生演唱的《好西河大鼓忘情水》。西河，刘德华唱西河大鼓。蹦当的浪的当当的浪的浪的当，还有闲诗的的浪的浪的的浪的浪的滴个滴个当，什么毛病？这是当的浪的浪的当的浪当浪的当。曾经年少爱追梦，嘿，的浪的里个里个龙，一心的只想往前那飞，哎，寻遍那千山和万水，一路走来奔
三个会，给我一杯忘情啊水，换我一生那叫不伤悲呀。刘德华就是放屁都比这好听。好，接下来请到演播间的是两位歌手，又改歌手了。其中一位是中国的男中低音歌唱家，这位是杨洪基先生。哎呦，另外一位是中国陕北民歌男高音歌唱家，这位阿宝先生。好，分别带来的两首歌曲啊，那您介绍一下。那么首先是中国的男中低音歌唱家啊，杨洪基先生，杨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是哪首？《青藏高原》。青藏，老头上得去吗？您就。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？哎、呀拉索，憋死你！那可是青藏高原。不用看了，高原已经改了盆地了。接下来是中国陕北民歌，嗯，男高音歌唱家，对，阿宝先生是为大家演唱的是《三国演义》的主题曲，哎，滚滚长江东逝水。这俩人拿错剧本了，那个，啊，啊，这还有白毛巾，哎，这什么动静？这是。英雄是非上唱，哎呀，我上不去了，上不去，我上不去，你唱它干嘛呀？这下面是戏曲大观园栏目，哦，又换了。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京剧老唱片。哟，这段京剧老唱片是二进宫，哦，它是花脸、老生还有旦角三个人的对唱。哦，这可热闹啊！请您欣赏一下啊。嘿哈，有年头了。嘿，哦，还是唱片机，咱们一块儿听一听。对不起，放反了。喊你早干嘛去了？百代公司，嗯，约请金少山、谭富英、梅兰芳老板演唱《二进宫》。好。回眸啊，着有枝叶，江啊山，池长。这是花脸改老生。为什么恨天怨地，夹带惆怅？所谓那着啊。马上旦角，并非是哀家啊，家带惆怅。怎么了？这是？对不起，演员吃咸了啊！吃咸就别灌唱片了。这接下来为大家播送的是秦腔绝版录音。哦，秦腔这段秦腔绝版录音，嗯，是本台记者，哦，亲自到秦腔表演艺术家，嗯，沈和忠先生晚年在家里录的这段披门卖画，还挺珍贵，请您欣赏一下。哦，哦，这是磁带，这是，请您欣赏这段绝版录音。哎呀，绝版。老头现吃速效，你说？哎，开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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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清早起，哎，调门还真高。哎，老艺术家呀。哎，臂力多足啊。绝版录音播送完了，我说叫绝版录音呢，老头不录这个还能活俩小时。
好，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依然是传统京剧。哦，这段京剧是一段冷戏，还冷戏。这段京剧是京剧老生，马连良马派京剧《淮河营》的选段。哪段？《青春修炼手册》。电台老有小惊喜。这回改光盘了。此时间不可闹笑话，胡言乱语怎瞒得咋，在长安死地夸大话，为什么事到如今耍奸的话，左手右手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，唱着一首啊歌给你快乐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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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爱上我。嘿，原唱怎么唱来着？大家好，我是广告机器人。这老有广告。您的孩子挑食怎么办？是个问题。您的孩子淘气怎么办？这不好管呀。您的孩子不爱学习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不用怕，请到我们为您推荐的协和医院做无痛人流。对，打根上铲了，从根本上解决您的烦恼。对，那是一点烦恼都没有了。好，下面是交通红绿灯栏目。哦，交通节目。我们来连线一下事故多发路段现场，现场的记者给我们带来的报道。哦，现场的。哎，小张你好。小张。啊，主持人你好。哦，记者是小张。哎，小张，介绍一下事故多发路段现场的情况好吗？啊，好的，主持人。多少有点延迟。那么我是在事故多发的路段现场，现场的车况十分复杂，车水马龙。我对面来了一辆大卡车，离我越来越咣啊！小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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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交通红绿灯播送完了。您这电台太费记者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广告机器人。我就知道。孩子的学习问题是家长最操心的事情。不都打根上铲了吗？二胎。还二胎。不用怕，请使用我们为您推荐的步步高。对，打火机。打火机。一手拿着教科书，一手拿着打火机。对，哪里不会点哪里。人是这么说的吗？好，下面是武艺。鬼吹灯。哦，灵异节目。一惊一乍的。人点烛，鬼吹灯，还挺像。哦，这样的。阴历的7月15这一天。哦，这是鬼节。是中国传统的鬼节。还传统鬼节。在这一天，相声演员吴晓泽。哦，就是我呀，要去探亲。这日子探哪门子亲呢？他在路边拦了一辆血红色的出租车。我喜欢鲜艳的颜色。坐在车里，广播里传来了悠扬动听的歌声。还有歌声。我们坐在高高的骨灰上面。下来下来，你坐着你爷爷了。一路来到了他那熟悉的哪儿？太平间。我收那儿干嘛呀？太平间长长的走廊里面，空无一人，只有他一个人脚步的声音。我穿的是高跟鞋。来到了走廊的尽头，他伸手打开了那扇锈迹斑斑的大铁门。铁门。咣当！呀嘿！突然，他将自己反锁在了太平间的里面。啊！他感觉身背后阴风阵阵，好像有谁在跟着他。对，回头看去，谁？没有任何人。那您嚷嚷什么呀？这时候，从身背后传来了一个苍老的声音：“说什么？我是广告机器人。”我去你的吧！